短裙儿，胸大，屁股翘，喜欢吗？不是，你这咋穿短裙了？你不长裤吗？我说是我了吗？刚才你跟短裙女孩聊挺开心的呀。什么短裙女孩？就里面那个，就坐着那个。不是，你说她呀？你看见了？看见了。不是，是刚才那个，他就过来跟我问个路，然后我就告诉他，完事他就走了，哪聊得挺开心的了。就问个路吗？我看你俩笑得挺开心的呀，那人离都可近，都快贴上了。那、啊、是啥贴上了？那你刚才看见，你为啥不过来呀、啊？那我多没眼见啊！我对象好不容易遇见个喜欢的，聊得那么起劲。不是啥喜欢的，那我热心肠，人家问路我回一下，你不误会了？哎，跟你打招呼喊他行。就是你说的不认识，咱俩出来约会你还带一个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他为啥跟我打招呼啊，我真不认识。行，你确定不认识是吧？不是，哎，冷冷，你不早干仗了吗？你干啥呀？哎，冷冷。我问一下，我对象刚才说你找他问路，有这回事吗？不是，就刚才那个，我找你问路来着，你找我问路来着，对不对？那慌了吧，话都说反了。啊，不是，你不会用微信吗？真行，我真低估你了。不是，那美女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呀。那你不说谎了吗？我没说谎呀，本来就是嘛。你跟我要微信，我没同意、啊。天地良心，那我是随便搭上女孩那种人吗？事都在这摆着呢，说我相信谁呀、啊？反正我就在那站着，她过来要我微信。那一个小女孩，她过来的时候可难看了。你是不是人呢，韩大强？不是美女，咱回忆一下子。那刚才给路上你问我泰山街咋走，完我告诉你咋走了，完你跟我说谢谢，完你就走了。那怎么现在那成我搭讪你了？没有这回事，本来我就是沈阳人，我还能认不了泰山街在哪儿啊？编，你去编啊，大强。不是美女，那刚才你明明找我问路啊，那怎么现在成我编了呢？不是你笑啥呀，你俩？笑你的呗，我闺蜜，太暖了。你俩穿得好骗我呀。